旁边已怀孕。网友和罗晋证明好了。6月9日下午14点，唐嫣要在北京参加某矫正器的发布会，爱美的你可以关注下哦。当然这个消息相信唐蜜们早就知道了吧。那么她的准老公罗晋又跑到哪里去了呢？脑洞大开的你准能猜到。自从唐嫣和罗晋恋情公布以来，两人每次出现都是在撒狗粮，让不仅是唐蜜们还有吃瓜群众也为这对恋人感到高兴。唐嫣和罗晋因戏生情，早在2011年拍摄《乱世佳人》时就已开始合作了。他们的合作进度差不多两年来一次，看来感情也是这么慢慢开始燃烧的。怪不得唐嫣说直到锦绣未央她和罗晋才确定了这段恋情。不管之前满天绯闻如何，至少小编还是挺佩服唐嫣对待感情的态度的，不会脑子一发热就一根筋的陷进去。最近有心细的网友发现唐嫣在出席活动时貌似肚子变大了，难道这是有小宝宝的节奏？不管是真是假，9号那天的发布会如果你看到的话就会有答案了。自从罗晋在唐嫣生日那天通过微博公布恋情以来，大家对于他们啥时候结婚的消息一直期待中。最近就有消息说唐嫣罗晋正在准备婚礼，打算在意大利举行，小编想说那肯定是一场最为浪漫的婚礼。网友们在祝福唐嫣罗晋的同时，也在期待着他们的好消息，相信不会让我们等太久了。刚才说到唐嫣貌似怀孕，就有网友调侃过去领证了吗？如果唐嫣和罗晋已经在准备婚礼，说不定这段证早就在他们家的抽屉里了，你们说是吗？让我们一起期待和祝福唐嫣和罗晋把欢乐送结局，樊胜美分手，邱莹莹结婚，最悲催的角色为什么是她？欢乐颂是一部教你如何升职及恋爱的电视剧，原本是冲着老干部靳东和小鲜肉王凯去看的，结果却喜欢上了22楼里的五个女人。这部剧的演员都是来自琅琊榜，看到这些熟悉的面孔是不是有些跳戏？另外谁说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，看到欢乐颂里面五个女人，网友纷纷感叹称重实了友情。不知不觉的欢乐颂二快要迎来大结局，吴美在剧中的命运走向如何？安迪和小包总摩擦中走向美好？樊胜美向现实妥协还是向爱情妥协？曲筱绡遭遇大错也有人照？关雎尔黑化命运令人唏嘘？吴美结局大不同，提前 at 剧透。安迪和小包总摩擦中走向美好，小包总霸气而又近乎无奈一般的追求方式让观众觉得有不少趣味，也正是小包总这种霸道的做法会让高冷女性的安迪芳心大动。在曝光的所谓大结局里，安迪和小包总走在了一起，并且因为未婚先孕而有了步入婚姻的重要基础。只是因为小包总母亲无法接受安迪的精神病史，让他们的情感受到了阻碍。戏剧性的是，在与包母的角力中间接地害死了包母，给两人的感情带来了一个不小的打击。欣慰的是，小包总并没有因为这样悲伤的打击而放弃安迪，两人最终还是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。樊胜美向现实妥协还是向爱情妥协？在曝光的大结局里，樊胜美和王百川的爱情遭到王母的反对，遭遇阻碍的他们本可以坚持挺过去，但在买房时
王百川没有写樊胜美的名字，再加上王百川面临破产，让二人的爱情彻底走向分手。不过，樊胜美并没有因此而落入过于难堪的境地，而是和剧中的陈家康有了发展。曲小潇遭遇大错也有人照。在曝光的结局里，曲小潇不再那么的顺风顺水，而是遭遇了破产。那大挫折，这种打击对其他人而言可能都是非常难以接受的，但对于曲小潇而言，这似乎成了他爱情上的一个重要推力。赵医生在他破产之后用一句我养你完美的秀了一把恩爱，也尽显了一番风度。邱莹莹兜兜转转，最后还是原来那一站。第二季里，邱莹莹因为不是处女而让英琴心有芥蒂，后者跑去相亲，但遭遇一个奇葩女，于是回头想想才发现邱莹莹是那个最好的女孩。在被曝光的所谓大结局里，两人最终也走到了一起，不管经历了多少的骂声，这段爱情也还是有了结果。或许对于邱莹莹来说，这也算是一个很不错的结局吧。关君儿，大家闺秀闷骚文艺的乖乖女，一直按部就班过着父母替她规划好的生活，知理懂事是她一贯的标签，所以关小姐一见起平无终生，在谢童的爱里没了理智。看那曲妖精戏弄凡和秋，他认为他是有能力与曲妖精抗衡的，直到最后的最后，他才知道他也一样不是对手，真是曲曲从前没有真正针对过他。无法拥有赵医生，谢斌成为退而求其次的选择，这是小光对现实的妥协。看到他没有和谢通在一起，反而输了一口气。谢童有不堪的家庭和童年，谢童被曲的好奇给调查了，最后曲小潇把调查这件事赖到关居尔的头上，说是关关指使的，并找人要答谢，导致关和谢二人最后没在一起，也因为误会关居尔把谢的大好前途给破坏了。最后结局最悲惨的是关雎尔，这个结局你觉得怎么样？